哎呀，是哎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，没有错了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的 Rabbit Rabbit，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走吧。这个 ，Let's go。然后我们上一集是到就是要继续找我们家的那一个小姐这样，好，我们就走吧。呀，我有点忘记点按了。好，没事。哦，我按到了什么？走吧。哇，伊西丽小姐，哈哈，出现了，我就知道就会变成这样。可惜啊，被闪开了。怎么，已经知道我想做什么了吗？人形的兔子和奇怪的咒语，实在很想研究一下呢。让我研究一下好吗？就一下下。我想露米应该不会介意的吧。真是的，艾希迪姐姐，我们现在没有时间，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啊，要研究什么的，等以后再说。不对，以后也不行啊，艾丽娜才不要什么研究的说。为了让伟大的魔法更加进步，我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来吧，来吧，再要尝尝我的魔法前改变主意吗？等一下，刚才利波说的可靠大姐姐跑去哪里啦？哎。不是才说不要乱用魔法吗？我不管了，好吧。这样莫名其妙的打起来，好讨厌啊！OK， 不要乱打可以吗？哇，好会闪耶！哎呦，差点就要中招了。OK， 哇哦，可以再乱打吗，孩子？哇哦，差一点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鬼？天啊，等一下，你很危险的你 ，ouch， 好痛！啊，不管了。进来了吗？我就没打我就好。好，你可以不要一直来吗 ？Ouch！ 跳每次都是在我跳的时候你也跟着跳，好讨厌啊！有点不妙了。好，这什么星星攻击吗？等一下，哎呦！这什么鬼？哇！等一下，你不要闪掉哦！有，不是吧？你又来！有，他又开防御了啦！呀，这有点不太妙哦。吃什么鬼 ！Ouch！ 等一下，会死人哦。OK， 没事。好。哇！等一下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，孩子？等一下，好难打。超难打，等等，这有点难打，他还是要 continue 啊，废话，走吧，这可以接 ，OK 有，OK 好，好像锤子断不了他的招哎、欸、啊，我干嘛跳起来 ？Ouch！ 我现在有点障碍，等一下，我有一点障碍。走开哦你！等一下，
OK， 好。有。可以 ，OK。天哪，好讨厌他！OK， 不是吧？又来，不是吧？又来！呀，我快要死了，我有点障碍。等一下，我有点障碍。你又来了。好讨厌的星星攻击哦！不是，我要收。那什么鬼？等一下，不要，再来，娜娜。我真的真心觉得我还是用远攻击好了，太烦了。哎呦，好烦啊！这是神一样的烦好吗？这是神一样的烦。好，走开。有啦，还要死了，最后一下，还没死，不是吧？有，终于，特烦，真是的，不用那么抗拒啊！还有二对一不公平啊！今天就算了，记住你们说过的话，我以后会找你们研究研究的。等一下，那是立波说的，我没有答应啊！快走啦，好讨厌哦。安妮娜很受欢迎的，真令人羡慕。这是在取笑我吗？我不要受欢迎啦！安妮娜只想要主人的说。好啦好啦，看起来是就别在意了。不要忘了，我们还在被追捕呢，快点出发吧。唉，我都快哭了，欲哭无泪，你懂吗？等一下，这又什么鬼东西啊？好烦哦！但我好像记得，哦，有，反正我丢不出了。好，有，我只想拿这个而已。兔子附送服可以用魔法攻击了，新的魔法攻击，什么鬼？哦，说明时间，按下 A 或 S 切换力波的魔法攻击属性。每一种属性也能改变力发的，改变力波的魔法攻击。耶，我看一下这是什么。OK。哦 ，OK， 好。好，这个还可以这样按哦。这样按有点不太好啊，喂，不好玩啊，我还是用这个好了。走吧，接下来走过这里应该就 OK 啦。虽然是这样说啦，但是 OK 好。哎呦，差点就要被打到了。好，走吧。没有了吧？走咯，好，这背景音乐有点不太妙啊，是我错觉吗？这绝对不是错觉吧？这里就是小山谷吗？看起来一点也不小啊。B
立波讨厌这个的地方，完全没有大自然的感觉，还有绿色多一点的地方比较好。那个立波，你看前面那个人好像我好像见过的，说谁啊？今天真的是谢谢你，这样已经够了，我觉得自己有点不一样了呢。是吗？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效啦，但你觉得有用的话那就太好了。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接下来我还要回去海边做仪式呢。那就再见了，下次也请豆豆姐姐。这是谁啊？啊，丽塔前辈，等一下。好难哦，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事吗？那个丽塔前辈，我其实，对不起，什么事？不好意思，没什么事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那我要走了，记得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话，不要留在心中哦。我知道，谢谢。又是认识人吗？果然还是说不出口吗？我真是的，下次再努力吧。哇，吓死人！别突然站在我后面啦，真是的。刚才的人伊丽娜有印象的说，蓝头发的女孩子应该是主人的朋友呢。伊丽娜记性可还真好啊，我还以为动物的记忆力都不太好，甚至只要是没看到的东西就会忘记呢。当然不是那样啦，除了名字以外，我还有不少印象啊。那个，我在说话啊，你们有听到吗？别无视我，我在这里啊。还真被无视了，完完全全被无视了。为什么啦？他们是假装还是真的看不到我的？讨厌，这样不就完全没效果吗？我果然还是会被当空气。他好可怜哦。那个，刚刚有人说话吗？没有，是错觉吧？稍等，从这边下去应该就是山口的路口，马上就可以到蜡笔蜡笔镇了。走吧。哎呦 ，OK， 没事。掉下去的话就不好玩了。存档 ，Let's go。哎，这边走不去耶，结果还是要走下去。出来！哇靠，不是吧？你们真的是无处不在耶，无所不在耶。好，那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蜜蜂吗？我想要这蜜蜂要怎么打？好，打到了，没事。自己跳得上去吗？我觉得跳不上去。跳不上去，走吧。好，这也上不去吧？要二段跳，我好像没二段跳的时候。走吧。好，讨厌死了，蜜蜂。走吧走吧，哇哦！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子开就走，有没有？你看，我们好像在蜡笔站了，太好了，结果比想象中快很多。可是跟主人见面就只差一步了。但是心情却突然有点复杂，我这个样子见主人真的没问题吗？安妮娜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不是很想回到主人的身边吗？来吧，进去吧。好哦，走吧。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子一直开着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到哪里了？其实，娃娃好大，从外面完全看不出来呢。不过在这样大的地方要找到你的主人可能要花点时间哦。真是的，有必要那么担心吗？刚遇到你的时候你还一直说很想快点找到主人。人心就是这样，不是兔心就是这样。我还可以集气哦，我看好像看到什么东西，有还可以集气。
走吧。就触发剧情了。那个立波，什么？我好像看到主人了，就在前面。哎，已经找到了，比想象中还快。我一直在想，现在这个样子，主人会不会认出来是我的说？要是这样直接走过去产生什么误会的话怎么办？这么一说，你这个样子确实有点奇怪呢，很容易被认为是那些人的一份子啊。对了，东西还像肚子这样跳过去一次，什么鬼？等一下，这个东西，这样他一定知道你是一只真的肚子啊。奇怪，我这样子果然很奇怪吗？不过如果可以变回一只兔子的话，说不定这样。你不要真的照做啊，立波只是开玩笑的，别想太多，让立波跟你的主人见个面啊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啊。前面吗？陆明，你不是已经找到线索了吗？不用这样垂头丧气的啦。你看你这样，我……对了，既然已经找到线索，只要让那个东西动起来不就好了，不是吗？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魔法对那个东西没用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我才没有垂头丧气呢。让你们担心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只是在思考一些事情，我已经想好接下来要做的事了，一直待在这里的话什么事都不会解决的。好可爱哦。露米，你一定要加油哦。那个我突然间想到有事情要处理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也跑太快了。伊丽丝她怎么啦？这再见方式太不自然了吧。露米，伊丽丝今天好像怪怪的，真令人担心。真是的，最近大家都那么消沉，这样一点都没有拉比神的气氛嘛。拉比利比神。好烂哦，算了。那个，看来伊丽丝她才需要担心的人呢。她那表情好像有什么烦恼却说不出口，果然有点奇怪呢。她是不是被什么人欺负啊？再自己猜也没有用，我们快点去找她吧。再骂她就跑远了。等一下，她的话我去就可以了。你刚刚不是说想到接下来要做的事了吗？要记得我很高兴每天可以看到你，但是看到充满精神的露米才是最令人感到开心的。我记住了，谢谢你柯达利，嘿嘿。他挺可爱的啊。真是的，我到底在做什么竟然让大家担心了。好，接下来要加油，先去石碑那边吧。好近，距离好近，主人就在面前了。但是跟平时的主人不一样，这主人看起来好小只哦。别想太多，这是因为你现在是人类的大小啦。真是的，竟然还会惊讶，我们来到这里之前不是已经遇到了不少了吗？可以和主人在，会感觉很兴奋，但是也很紧张，果然还是需要一点时间。要是主人讨厌我这个样子该怎么办？也是在担心这个啊。要是主人是真心爱你的话，根本就不会讨厌吧。而且他已经注意到我们了，不能逃了哦。兔子还有妖精，你看主人已经发现你了，接下来就是重点了。主人爱你呢，嘿嘿。啊，哇，What？ 哇，这抱起来的感觉果然是艾琳娜，不会错的。你跑去哪里了啦？我很担心你啊。那个主人，好紧啊！对不起，我太高兴了，虽然有点不一样，但没想到我们才一阵子没见，居然长那么大的。这样我喉咙还是有点没有好。哎，主人真的认得出艾琳娜吗？太好了，我还以为。是啊，如果身为主人还认不出自己养的兔子，那就太不合格了吧。哈，艾琳娜已经完全不只是一只兔子了。对不起主人，我刚刚竟然害怕主人会因为这样讨厌我。才不会，艾琳娜这样很可爱的哦。可爱。艾琳娜平时就很注意自己的外表，现在应该很高兴吧。
不会，艾琳娜不是很懂人类怎么才算可爱的说。主人还是很紧的说，怎么不喜欢这样吗？不是的，只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平常都是被主人抱在手上，但像这样的感觉还是第一次的说。结果还是认得出啊，喂，不错啊。哦 ，Chapter One, Adventure Begin。我们好像打完了前序前机圈什么，算了，随便。这什么鬼？人不见了。就是这样，我看到麋鹿抱着你一起被石碑传走了，传送走了。果然，我在那里看到的是鹿。米露妹妹的说，可是那个时候她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就像表面是米露，但是内心却不是米露。内心吗？平时李牧也很少到石碑那边去，他应该不知道取得石碑的方法才对，而且这里其实根本没有人了解那个石碑。这件事果然有什么人在背后搞鬼，可是为什么呢？那个不是说再次让石碑动起来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吗？那就快点行动吧。就这样。是那样没错，石碑也研究的差不多了，只要你们找到会魔法的人来帮忙就可以试试看。不过丽波妹妹，你也要帮忙吗？有点不好意思。没有什么什么不好意思啊，丽波可是一只乐于助人的妖精啊。那个虽然不是想怀疑你，但是感觉有点奇怪。主人不能随便用读心术啦，这样太过分了。读心术？是啊，主人很会读心术和传心术的说。是这样没错，可是我却什么方法都不会。没想到我居然会有被艾丽娜受过分的那一天呢。不过我不会随便使用读心术的啦，这只是我一个人感觉而已哦。对不起，看来隐瞒不了呢。没错，丽波是有目的才到这里来的。丽波，那个你是指你朋友的事吗？我不是说过会帮你吗？并没什么好奇怪的啊。不是的，我指的是我离开森林的原因，这边有点奇怪哦。嗯，那个不用解释了，我已经看到了。看到了？难道都被偷看了吗？这么难为情的事，我还没有准备好要说的。说，是主人哦，不是说不会随便用读心术的吗？哈哈，原来如此，原来是因为觉得难为情才一直隐瞒的。说，那就没问题了。有丽波在的话，我也比较放心。让艾丽娜一个人到处跑，有点危险啊！啊，嘿嘿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难为情的话就先不要说了。是什么嘛？你们在笑什么啦？而且，为什么你艾丽娜也在笑啊？难道你也会读心吗？我才不会读心啊！丽波妹妹，不是说帮忙的目的很难为情吗？很难为情的事也就等于没有恶意的事，对吧？哦，好难读哦，而且好乱哦。完全被刷了！你们现在一定在想，为什么到底是什么难为情的事，对吧？难为情的话就先不要说了，对吧，主人？没错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回到正题上吧。啊、哦，好累哦！我可以不要读了吗？因为喉咙有点痛痛的。好，我就直接这样子啦啦啦啦过去就好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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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感觉他就是那一个，是谁说的话就是有点乱了，所以我就直接按按过去好了。哦，所以呢 ，information 在 S 那边的代币中可以看到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哦，好吧？还有降分。哦，我们出来了。记得是西边的公园还有雪原哦。要是不知道怎么走的话，看下地图去设定下路线。对了，还记得道具商店的米利亚母姐姐吗？可以再出发前去她那里看看哦，说不定有什么便利工具，让你们的旅途轻松点。
啊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感觉传心术好猛哦！这什么鬼啊？这什么鬼啊？蛋糕。需要按 space， 然后可以开启哈那一个，这样吗？哦，有哎，好猛哦！有存档，那我们就先存档，然后今天就先到此了。对，哎呀，好啦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看各位老师就继续我找我的更新影片，然后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吧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今天就先到此了，所以就加那加。